带着第四张迷你专辑回归，并在23日下午举办了 showcase， 除了带来抒情歌《水彩画》，主打歌《Let Day》也呈现过去清新曲风，给人像薄荷般的清爽感觉。当然少不了谈到这次的目标，队长 Baby Soul 表示，1일을이제 K 블에서했었는데저희도계속활동을해오면서이제지상파에서도1위를하는게물론목표기도하고요한번도해본적이없으니까그렇죠그해보고싶습니다저번에코스프레공약을했었던적이있어요아그래요그코스프레공약을 네, 네그래서코스프레를했었는데히어로랑악당이렇게했었는데이제다음에1위하면다른컨셉으로코스프레하는게어떨까또코스프레인데다른컨셉으로네다른컨셉으로그런얘기를했었어요신곡好听请大家多多支持